来到泰卢阁精英，我们每年的十二月都有来这边过小小的度假。不过现在很好奇，我说 hello， 嗨，爸爸现在在 check in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波波，你看这里有没有很漂亮啊？哇，是很有耶诞节的气氛。爸爸现在正在 check in 哦。爸爸在这里。波波，小波，哇！嗯，那边。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宝宝，你每次到一个地方都会先怎么样？找电话是不是？找不到电话啊？你干嘛？耶、yeah, ！我们这次住的没有峡谷，有大客厅，然后厕所呢？宝宝，你来逛厕所了呀？厕所长得差不多，我们去年住的是有面峡谷的，很漂亮。今年因为太晚订了，宝宝已经在厕所、浴缸、淋浴，厕所蛮大间的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他们房间都有附这个小点心，都很好吃哎。哇，还有宝宝的鞋鞋，那么可爱啊！你开心什么？好可爱哦，小拖鞋。哇，枫叶都出来了。嗯，小宝宝，你要看报纸哦？是吗？早上起来，其实你看有枫叶，还蛮漂亮的。嗯。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去步道晃晃。本来我们有要预约，就是那个健行的行程，可是现在行程要前一天的七点多以前就要预约。我们因为来不及预约，所以今天可能就在这附近晃晃。不过也没关系啊，你看枫叶好美哦。我们等一下去散步。去，我们去找爸爸啦，好不好？走啦，走啦。走啦，爸爸在等我们呢。走啦，你想要关吗？下车好不好？走，那拜拜，拜拜，宝宝拜拜，拜拜，那妈咪也拜拜喽。你要下车吗？爸爸，这，爸爸，你房间在哪里呀、啊？走啊，去找房间走。打给谁？打给爸爸吗？为什么每次来饭店都喜欢玩电话呢？喂喂喂，打给谁？今天下午参加泰卢阁精英酒店的那个 tour， 就是它小型的 tour， 我们搭小巴出来逛。我现在看这个是泰卢阁峡谷，超漂亮的。给你们看，有一个很像勇士的脸，勇士的脸，一个挺挺的鼻子。噔噔，鼻子在这里，嘴巴在下面一点，这是一个勇士的侧脸。然后看下面就会有。漂亮的溪流，嗯，这座泰卢阁峡，泰卢阁峡，去找波波喽，波波在哪里？波波，波波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小波波，小波波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可是他每年都有来。你耳朵折到了啦，波波，耳朵折到一边了。外婆在左手边。
爸爸，眼睛起来，爸爸，别捏着。今天天气超好的吧？要不要帮你拍一张？就拍到爸爸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哦。你怎么来这里不看风景，一直拎着水？波波要上车了啦，是不是很快？我们等一下去下一站了。你有很期待吗？要上车咯，冰崩冰崩。爸，你看，我们要扣扣子了。沙卡当步道，哇，出发咯，现在要准备去走步道了，波波就交给爸爸背了。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超级好的，我们现在出发去走步道咯，好像要走一个多小时，我们现在要过马路了。小宝宝，你看花花就这么开心了。沙卡当水道，沙卡当水道。说要追路步道，我们应该是去下面这个吧？是吗？现在在沙卡当水道里面。小宝宝，你有没有乖乖？乖乖，乖乖。感觉这个隧道很长。我们走了一个好长的隧道，要准备转弯了。哦，终于看到光线了，所以路口是在这个洞。这个的话自己开车来应该，这个如果没有跟着行程，可能也不会进来，不知道这里可以走不到哎。爸爸，我们要进来了。哇，感觉别有洞天。哎，我们从隧道出来。就很漂亮了，追路到沙卡当，我有吊桥吧？超怕吊桥的，我们现在往下走。哇，这里真的很漂亮耶，看到爸爸的身影。注意落石，请勿动。有很长的楼梯等着我爬喽 ，Go！还有好多间，我超喜欢健行爬山的，我喜欢绿色植物。这里有一个吊桥，我这个人有吊桥恐惧症，如果是旁边那个旧的桥，我可能就不敢走了。现在要走吊桥了，我会惧高症。这种简单的桥我就会怕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满身汗了，腿软了。我腿软了。来，跳底下沙卡岛。刚刚不是走沙卡岛吗？我刚不是在那个地方走沙卡岛。对，那个隧道叫沙卡岛隧道。是地乌溪水上水山上来。我们现在要走的是沙卡岛步道，刚刚是小锥路步道。小锥路步道300多公尺以下就结束了，接下来走的都是石头路下坡。石头路下坡来了，嘿嘿。感觉我穿错鞋子了，因为也没想到我今天会来跟这个小行程，所以穿这鞋子也不是什么运动鞋。哦，那猴子跑去哪了？哎呦！有看到了耶，嗯，它可以爬到那么高耶，不见了。这里是一个漂亮的地方，哦，我们要往上走吗？我们要前进沙卡岛，往这里走。咦，没有的话从这个楼梯上去，所以我们要往前走。这要注意头部，你会撞到头吗？撞不到吧你？好多人哦！耶，超开心的，沿途都是这种石头，我们走到现在也没有1公里，其实都很近。
爸爸脚一直踢耶，开心吗？哦，现在沿路的步道都是石头，天气很好。哇，小 baby 耶！小 case 啊，你现在就爬完了，连 baby 都可以来了。还好我们有带 Bobo 来，以后有照片 ，Bobo 就可以证明自己有来过。好无聊、哦，这里真的很漂亮。我要继续走，我要去追他们。哇！喜欢狗狗吗，小狗？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，小狗？结果最开心的是他。这里的水好干净哦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人还有体力在运动。我们现在进来的是什么地方啊？我必须赶快追上大家的脚步。宝宝，这里漂亮吗？哇哇哦，喜欢这里吗？哇哇哇！你在看什么？溪流是不是？哇哇哇！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，我喜欢。有一点。哇，我们来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哎，看，被我遮住了。是很漂亮，整片的溪流，而且水真的超级清澈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样，哇，漂亮！耶、yeah, ，我要去找小波合照了。终点听说有香肠，走。你摘一个叶子干嘛？哇，超漂亮的，还好我们有走进来。我们现在不赶快走就吃不到香肠了，所以爸爸一直叫我快一点，我们赶快走才吃得到香肠。所以爸爸来这里是为了香肠。呀，他最喜欢吃香肠，超远。这里真的好漂亮哦。记得我们去美国也有那个插画地，对不对？你给他拿什么？感觉还很远，我们现在走了2.61公里了。Go go go！ 哈哈，传说中的卖香肠的地方到了，代表我们已经到达终点，嘿嘿嘿，准备折返咯。而且好像不是只有一摊，很多摊哎。所以他这里就只卖给有来这边步道健行的人。他叫我赶快去买，他应该肚子饿。我们要来买香肠了。波波，那我抱他一下。原路返回，快要到桥了。一只狮子都不一样哦。咦？哦，再有一个球。好了，小狮子啾。我来去找母狮子。这个看起来是公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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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的。嗯，没有小狮子啊，公的。公的，它下面踩的是一颗球。公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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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的。它拿一颗球，它是公的，没有小狮子啊。咦，是它吗？你是母的吗？这是不是小狮子啊？
好远哦，咻。公的在哪？咦，这里有小狮子，这只是母的。哈哈，我找到三只啦。